没有点像人的吗？没有一个像人的东西。没个正常人呢。全军出击！哎呀，我估计我们可能是要爆炸了，兄弟们。我们应该打不过卢仙。谢谢魏邪邪图图，惩戒伟人在哪儿呢？啊，有的时候我忍不住去想，那就无所谓了，说不定跟下我一们步没关我就系。撞到了灯笼玻璃墙上。等我互抠是吧？哎呦我，他抠着我，我没抠着他。好你个卢鞋！那卢鞋单线跟塞纳能比吗呢？我抠你一下。信哥，过来给我干干他！点你，抠你！你信哥没理我，他说这是我们的家事。让我们自己看着办。老弟，你还是得被我压着打。你始终还是一个弟弟。不要在这个时候抛下我。舍生取义，对我来说完全。弟弟，再见，溜了。你敢进来吗？你进来，来，你进来。我的小日炎呢？我原谅一切，不需要别人原谅。我亏别人，那也没办法，那怎么整？他带的传送不就是要亏别人的吗？我们无所谓。太强硬，太痛苦，太善变。如果你样样得体，那真是生不如死。我能加血，你能吗？再见，点，点，点，扣一下。哎呦我擦，吸血了，没吸上来。
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我只想让一切有意义。只要不是在墓穴里。刚才这波不是装，你知道吧？我让小兵给我卡位了。你没发现我往后走，一走走一波没走了吗？那后边有个小兵他妈给我卡那儿了。然后我们斜向走位了，这属于没办法。叫人儿是吗？是不叫人儿？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机会。哎，这塞纳这个脚底下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点化，这个单位移动速度获得了提升，为什么提升了呀？啊，平 A 就加速啊！我才知道，这波可不能找他打了啊！这波容易给我突突死。要跟我离婚，到此为止是不是？行啊。从今以后别上床，我抠你一下。那赵信还能不能来一波了呢？真是我操！我等你呀，我得他妈等个十年！我发现，我的血还是热的。这波得回家了，这波不回家有点玩不了了，没办法，推不进去了，推进去卢仙要出来了。薛飞有点小亏，他就等着吧。打卢仙不应该出眼泪，他都出眼泪，我们干啥不出？出！怎么的呢？还能玩了不还？啊，还能玩了不？赵公子呢？哎，真难呐。太欺负人了，我说实话，太欺负人了。我抠你俩一下，炮车给我点死他。
怨灵的尖叫声太大，你甚至听不见自己的声音。虽然我们打人有点小刮痧啊，但是接下来的时间，哎，你可就没那么好运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等着的，我先回趟家。哎，不行了，这不能回家啊，这回家确实有点亏，打下收收兵吧。你干什么啊？啊？跟我拉扯，你攻击距离有我远吗？你跟我拉扯，嗯，跟我拉拉扯扯的呀，那蓝圈还能玩吗？赵公子呢？快来一趟吧，大哥，都开始这样了，都从塔后边来了，我操，太欺负人了。我不看小地图，我哪有空看小地图，我跟他打架呢，我也不是千里眼。什么时候才能做个普通人？要到什么时候？打条龙也行啊，赵公子。我将拯救所有人，无论活人还是死人。黑暗的力量，防御塔中心即将脱落，整的一层塔皮没吃够。哎，人家都海妖了，俺们还连个屁都没有。你要给他气的。我一直背负的恐惧相比，这把枪轻如。我可给你点信号了啊！一会儿你要死了，你可管不着我。不为了我吗？你怎么回事？来个人！黑雾不是我的敌人，我打死他！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这是怪物啊！这是。这是上马的永恩，我们破案了。干什么呀？啊？还玩不玩了？啊？咱还玩不玩？我想问问你。啊？你没完了是吧？是不没完没了了？我发现。不当人呢，赵公子依然还是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。
点点点点坑点。狂怒小刀，哎，没事，马上我们无敌，别着急，这都是一些小问题。投什么降呢？谁投的呀？谁投的呀？你别叫那蓝枪啊！哎呦我的天！太吓人了，没闪没大啊！零暴击，你不懂，这狂怒小刀能给我53点攻击伤害，别急啊、哦！目前我们50个魂儿，攻击距离650。赵公子，他开始吃你野了，你忍得了？哎呦我操，这怎么大招好了呢？操他妈，他都打到二塔了，也没个人。哎，我的天！投什么降？好意思投降啊！啊，好意思投降！我操了，给我挡到我羊哪出来？妈了个巴子的！马上我就都给你们杀了，1400块钱，差900。我的心墙并非坚不可摧，我也一样。没有人头，
喊一声好。远程技能有点多呀，那泽拉斯加上那什么玩意儿，加上蓝枪，哎呀，还有个阿嘎丽，我们的环境可能不会那么很好。R 呢？我开一半不死了吗？刚才开 R。每一天我都要拼命活着，今天又有什么不同？想要离开黑雾。刚才那卢仙的银头不是我的。这人头要是我们的，我直接扬刀，还能还有可能还能打，还是个结的，哎呀，好难受。赵公子还是个傻子，对我来说完全不成。这什么时候能出出来扬刀？我操！你给我捅他，你怕什么玩意儿？你有什么好怕的？你捅他呀！哎，你怕啥呀？还行吧，八百羊刀可以接受。怎么 ace 了呢？没关系，高地没掉，可以接受吧。你怕他吗？你不是很怕他吧？我感觉好像起飞了。怎么办？阿卡丽是我右边，抽他来，点呢？哎呦！杀了一个，还行吧。现在尴尬点来了，玩个塞纳，人家都远程，跟我硬点，该怎么办？确实应该出魔切了，对，该出魔切了。
我们家高地有没有人呢？我们家高地呀、啊。来个人吧，守着高地吧，兄弟们。R 回去，不行。哎呀，这塞纳虽然说是能玩吧，但是成型太慢。有了两件装备不算那么特别厉害。那队友二一点，有点带不动。我装备出错了，这跟我装备有什么关系？你要说人家家，俺们家女警现在12-1，对吧？莫甘娜现在90-8，赵信无限帮我抓，我们输了，那行，那是我的出装确实是有问题啊，俺们输了，一点伤害没有。啊，俺们家队友贼厉害，然后我们一点伤害都没有，那行，那是我们是输了，行不行？那赖我们。